好，接下来关心钓鱼台主权争议，我们要请到接大使了。看到中日相互控哦，大陆海警局新闻犯人甘宇表示，7月10号，日本三家王号渔船还有数艘的巡视船非法进入大陆那么钓鱼台海域，那到了海警的一个这个1303的舰艇编队依法采取必要管制，并且警告驱离。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表示呢，在这个部分，在7月10号好驶入钓鱼台周边日本领海的两艘大陆海警船。海警局船两艘都搭载类似机关炮这样的一个装置，在7月11号上午相继驶离，而这也是大陆方面公务船连续3天来到钓鱼台周边的日本领海，而在钓鱼台周边已经连续203天发现大陆的公务船。现在钓鱼台大陆对钓鱼台的政策就是直接行使自权了，对。那日本他是宣称这个钓鱼台是日本，中国大陆是不承认的，认为这是中国的领土啊。那日本当然对他的钓鱼台的主权啊，他也是很坚持。当然从我们中华民国立场上，我们研究过这个钓鱼台的这个主权的归属啊，完全是日本窃占的。日本当时啊，这个事实上应该要把台湾归还给这个中国的时候啊，钓鱼台是一并的，因为钓鱼台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啊，钓鱼台就是属于台湾的一部分，当时这个钓鱼台的这个行政归属啊，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宜兰县的头城镇，所以日本人非常清楚，钓鱼台是跟台湾是在一起的，所以台湾归还给中国以后，事实上钓鱼台就是中国的领土。那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的话，美国当时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国事实上的话，他只是说。把这个行政权啊归还给日本，并没有把主权归还的，包括整个琉球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日本基本上我觉得他对于这个钓鱼台的主权的这个主张啊，是有问题的啊。那所以呢，就是说中国大陆因为他实力越来越坚强啊，所以事实上在安倍的任内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个钓鱼台国有化的运动，因为钓鱼台在日本一直登记是属于一个家族的，所以后来。安倍重新启动钓鱼台这个问题，因为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对钓鱼台是搁置争议已经很多年了，可是安倍是等于重新在炒作这个好钓鱼台的问题，那么挑起中日之间的争端。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开始啊，这个炒作钓鱼台议题以后啊，那么就用这个啊压倒性的实力，当时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啊。已经是大概是不是说这个区域内是全世界这个实力最强的海警船，还有两艘是12000吨的海警船船队，1000吨以上的海警船，中国大陆有150艘，所以是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呢，从这个安倍宣布这个好钓鱼台收归中国大陆，钓鱼台的争议开始，这个又重新浮上台面。中国大陆就用直接对钓鱼台跟附近水域实行自权的方式哈，来捍卫主权。那日本方面事实上是束手无策，因为钓鱼台离中国大陆的浙江沿海是330公里，可是钓鱼台离日本啊这个琉球群岛的这个那霸哈最近的一个主要岛屿。也有430公里，所以从这个行政这个所谓的这个后勤来讲的话，日本是居于劣势，而且海警船的这个实力也居于劣势，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你看这个上面我们讲了，已经连续203天在钓鱼台哈附近哈出现，也就是事实上中国大陆是把钓鱼台实际的水域哈控制在中国的治权之下。那么日本的渔船哈，还有日本的公务船啊，进入到这个钓鱼台，都是被中国公务船啊所驱离的。所以日本其实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他每天在计算中国大陆的公务船进入在这个哈钓鱼台水域执行公务的时间啊，大概一年365天啊，大概差不多有330天以上。这不是最近开始的，过去5年甚至更长时间。每天都是这样，是，所以其实日本在钓鱼台是吃瘪的，所以中国大陆时常都是在驱离。那刚刚现在日本也在大力的哈，怎么讲呢？
重振他在钓鱼台方面的海警的实力啊。那会不会冲突会升高？看起来是不会。日本看起来对于中国大陆在钓鱼台这个行使主权啊，所谓的治权啊，事实上啊也是采取怎么样？也是采取这个退让的政策。那会不会日本现在又要开始对中国大陆进行比较强硬的在这个钓鱼台海面上啊做一种对峙啊？现在还没有看出这个迹象。是将军。中日两国现在确实是在钓鱼台上面在较劲了。日本这时候在做什么事？他在造海警船。我刚刚讲这个中国方面来讲做将052D 要改造，那日本来讲他也在积极做他的这种大型的海警船。他总要造几艘呢？9000吨以上的他要做6艘，对，然后8000吨的他要做5艘，然后这个7000吨以上他要做10艘，总共加起来21艘。这是他目前在发展他的海警船建造计划。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